有时候能听见人喘气儿，呼哧呼哧的，就是不说话。你回忆一下，电话那边有什么声音没有？呼吸啊，走路啊什么的。再加上空虚啊，他就出幻觉了。嗯啊，你感觉他以前有这样吗？没有。哎，老邓啊，上几天你说那个骚扰电话，那可不能掉以轻心的。你一个人在家。 要小心呐！我妈怎么现在变得神神叨叨，见我也没个好脸。再这样下去，要招人烦了。没有资格说了。姑奶奶身体健康，妈健康啊。孩子，我问你，这些日子我怎么老能碰到你啊？ 看见他了，小姑娘，就是他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只希望你别伤害我的两个儿子和孙子。